来。哇、哦，这个声音。Nice baby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Hello YouTubers， 我是克里斯汀。中秋节就快到了，各位有没有开始计划你的中秋烤肉之旅？我认为呢，最棒的烤肉条件有三个：价格合理、肉品丰富、方便简洁。那今天呢，我挑选了一个烤肉组合包，就非常符合。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非常可爱而且漂亮的保冷袋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装了些什么。那我们今天选用的是奔跑吧草饲牛这个烤肉组合，它里面呢主打澳洲的草饲牛。草饲牛是什么概念？其实它就是吃天然牧草长大的牛只，那它也是对于地球最健康的养殖的方式。其实什么都有了啦，该有的都有：翼板牛排、嫩煎里脊的薄片、吃牛排大家一定会知道的乐眼牛排、全牛只身上最贵的部位，那就是腓力。如果你只是吃牛肉片的话，那也是有一点点单调，所以这边也很棒的准备了台湾的猪五花肉、梅花猪、小卷，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，包括我们的面包还有一些蔬菜，加起来这六个人的总价不会超过250块钱，所以非常非常便宜。同时间还得到了一个市售要450块的保冷袋，这个袋子呢，你在出去外面烤肉或者是露营都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它体积真的不大，也非常方便携带。就这样吧，我们准备去烤肉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烤肉的现场。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嘉宾 Han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厨师汉克。今天 Hank 呢就来跟我们一起烤肉。刚才这些肉已经用活水冲泡的方式先解冻过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制作。对啊，记得在烤肉的时候，烤这种比较大块的肉，你一定要让它回到室温，它就不会说里面是冰冷，然后你外面是烫的。像这样真空包装袋就很方便，你可以把它事前从在冰箱一个小时之前拿出来，之后烤起来就会非常快，非常好。准备了一些 ciabatta 的面包跟一些甜椒，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三明治这样的概念，太适合现在这个天气。没错没错，然后再配上一点点那个 coleslaw 凉拌生菜这样子。Uh-huh. OK， 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做。OK， 没问题。No problem。加油加油！现场我们准备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香料，跟我们等一下要制作的东西，盐跟胡椒是一定不会少的，奶油，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种香料，叫做 paprika 红椒粉。今天走一个比较美式的风格，所以就用美式的烤肉酱。柠檬我们可以抓上一点点柠檬皮，然后增加一些香气，这个东西很酷，这个叫做香草棒，我把它叫做魔术棒，一个像这样子的汤匙，然后把它绑在上面，等一下你烤肉的时候就把它刷在肉上面提味。我上面绑的这个是迷迭香，当然如果你今天有各种香草，像百里香、迷迭香、月桂叶、鼠尾草，全部通通把它绑在上面，味道一级棒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今天准备 ciabatta 要做汉堡，对，没错没错。那我们就用菲力跟这个培根去搭来试试看。第一步我们应该要先做一些什么东西？铁的这种烤炉啊，你一定要先烤有油的东西，烤架上面先沾满一些油。等一下你在烤像菲力这样比较没有油的东西的时候，它其实比较不会粘黏，你把它放在最热的地方，把它烤香就好了。哦，这香味已经出来了。那你现在这里是不是很多油？你就把它这样抹一抹。Mark up。这里火比较小的地方啊，可以摆一两片东西在这里，可以先给它烤一下。像这个牛排有没有？他们已经帮我们把它切得很薄。这种牛排基本上一面煮一下下就可以了，可能15秒、30秒就够了。你不希望它吃到全熟。特别你是吃肥力的话，没错，因为它没什么油分嘛。你把它吃到全熟，基本上就在咬一块硬肉。这里有一点室温融化的奶油，稍微沾一下。Nice， look at this， 这就是全世界最天然的刷子啊。然后这种奶油里面，你可以把它混任何种你要的东西，酱油、蜂蜜。那如果你要稀释一点，你可以混柠檬汁、柠檬皮，非常的好用。烤牛肉的一个很大的诀窍，就是它是牛肉，它不需要吃到全熟，反而是它不够熟，你可以再回烤，但永远不要把它烤过熟。OK， 拿一个盘子，先给它裹在这边，直接抹在你烤好的肉上面。
烤肉酱它本身含有糖分，所以如果你直接把烤肉酱刷在烤肉的过程当中的话，那它很容易会烧焦。糖分如果烧焦的话，味道就不好吃了。这边就是大家也可以特别去注意的一个小 撇步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烤这个培根啦。这边是我之前在家里先处理好的一些凉拌生菜，高丽菜跟红萝卜，我们就走比较简单一点的风格，红萝卜也下去，好了，加一点油，白酒醋，然后乖乖就把它这样打下去，是 mix up， 这样其实就很好吃啊。嗯，这边我们准备了三种不同的 cheese 铺在肉上面，组装起来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三明治。可以先利用烤炉的温度把它盖起来，如果10秒、15秒左右，让 cheese 慢慢的融化，慢慢的融化。二啊，应该差不多了。Yeah， 好，现在就融化的感觉了。对，很棒很棒。哎，现在可以来组装了。美丽牛排三明治已经做好了，没错。断面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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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来！哇，这个声音！啊！哇 ！Nice baby！ 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这个就是外脆内软的，我们这个先来吃吃看看。哦，就是说这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！哇，烤肉，你看就这样子。厨师吃饱之后，烤肉派对正式开始。正式开始。以上就是我们 Team Special 这一次的中秋烤肉影片。如果你想要做出有质感，同时价格又非常优惠的话，欢迎参考汤马斯肉铺的中秋烤肉组合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分享跟订阅频道。我是克里斯汀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大家记得烤完肉一定要把环境清干净哦。虽然会花比你烤肉还要久的时间，但还是要做哦。拜拜。